我们看到这题目，求这两个段式相乘的展开式中 x 三次方向的系数为下列哪一个答案？那么在这里，这是2x 三次方减 x 二次方加 3x 加1去乘以，这是 x 二次方加 x 加1。那么我们要的是这 x 三次方向的系数，所以呢，我们用这边的 x 三次方向去乘以这边的常数项，可以得到 x 三次方向。那么用这边的 x 二次方向去乘以这边的 x 一次方向，可以产生 x 三次方向。然后用这边的 x 一次方向去乘以这边的 x 二次方向，可以产生 x 三次方向。那其余的都不行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写下这两相乘呢，这是 2x 三次方，那么这两相乘这是负 x 三次方，这两相乘这是 3x 三次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同类项合并，那么得到这是 2x 三次方，然后这是减 x 三次方，然后这里是加 3x 三次方，所以合并之后，这是等于 4x 三次方。因此呢，这 x 三次方向的系数是等于4。我们这题的答案要选 A。这个答案